什么银狐老师？对，这也是我不认识的银狐。老师不认识的银狐，所以叫做银狐。它跳到枯叶上，它跳到枯叶上。它颜色蛮像枯叶的，就是枯叶。所以有保护色的效果。我还是没拍到。可以靠过去，它现在正在那个上面。这是我们老师不了解的银狐，对，是我们。这是我们老师不了解的。